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跟着 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 News ABC，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 Christina， 我是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 Peter。哇、wow, ，听说苗栗铜锣有一个超夯的新景点诶，龙猫土地公庙。这个小庙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了，真是令人好奇啊！对啊，我也听说了。这个绿色小庙上面还有两个猫耳朵，据说远看很像一只龙猫在田里，超吸引人们来打卡拍照的。这个地点还位于田中央耶，从空中往下看一定非常特别吧？只是听说要拜拜，还是得走一段田埂才可以到达呢。但看到照片上的土地公庙，我觉得它也太可爱了吧！小小的石庙被绿色的植物包覆，还有一对尖尖的翘翘耳朵，真有趣啊！许多游客也说，树上修剪成一个龙猫的造型，头上那两个角看起来好酷哦，跟平常的庙不一样哎。是啊，这个龙猫土地公庙的来头可不小，它是全石头打造的，而且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了，真是令人惊讶！这么久远的历史，这个土地公庙还在田里的大树下，对当地人来说一定是重要的信仰之一吧。没错，这个景点真的很受欢迎啊，平时闲暇时人们也会聚集在这里聊天，现在还多了许多龙猫的粉丝和摄影爱好者来拍照，真是热闹滚滚啊。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第一个单字，庙 temple， 庙 temple。 Many temples were beautifully built， 许多寺庙建造得很美。Many temples were beautifully built. 许多寺庙建造得很美。第二个单字，可爱 ，cute， 可爱 ，cute。Isn't it a cute dog? 它是多么可爱的小狗啊 ！Isn't it a cute dog? 它是多么可爱的小狗啊！第三个单字，猫 ，cat， 猫 ，cat。A cat punched on a mouse. 猫会抓老鼠。A cat punched on a mouse. 猫会抓老鼠。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庙 temple 可爱 cute 猫 cat。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见，拜拜。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谢谢收听。